好，他要先从这边开始。如果他要引导的话，就从这边开始，从正前方去这样走过来，可以啊。然后他去跟着他跑，跟着他走。然后把人叫上去，然后再回去。我们实验室，我们老师也在，也在找人。可以直接抓纸吗？我觉得抓纸不太好用。让我登录。对，你要登录。然后他说用手机。感觉你要站着用。是吗？是这样吗？这还好。你直接把冰块摔死了。快是另一方。对。走错路了。啊，不行，那个就是跑到也是要。不要让他走急诊，让他走到电梯上。公开啊。公开那。哦，直接收集这种东西好。反正看到有人分析那个。这个送了到我，这个有点。哎，他这个。哎，你改一个，再宽一点。嗯。下面什么？